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李贝。你们最近怎么样？我们学习词汇吧，从这里开始。案件，案件，案件你学过了吗？案件就是 a case 之类的吧，a case。那个，我怎么说？就是不是那个箱子那个 case，是那个。Yeah, instance case, detective case 这类的 case，案件对吗？就是名词，特指涉及诉讼和违法的事件，明白吗？就是诉讼那个 lawsuit 对吗？诉讼或者违法。那个 illegal breaking the law，那个案件，就这个吧，这桩案件，真的有这个样子吧？真的，这个案件，也许这个是太正式的吧。这桩案件已交由另一法院，审理。已交由交由啊、哦，已交由另一个法院审理。警方正在档案中。查阅类似案件就是 similar cases，就是 files 档案，对吗？指控，欺诈吧，欺诈，fraud 应该是 fraud，不是 to cheat 吧，欺诈，OK，指控欺诈的案件，应遵循。本诉讼程序，this 指控，no accusations of fraud 欺诈，again cases of accusations of fraud should follow this lawsuit procedure lawsuit sequence。就是这个案件，被提交给了，上诉法院，appeals court 上诉。好，这个词汇我不知道。这个案件，注定要卷入，对吗？要卷入国际政治之中，可注定是肯定必定之类的吧。这个案件，宗案件对吗？一宗案件是吗？OK，一宗案件。那就认为一个案件就行了吧，个就行了。他应该有一个案件，there should be a case. It should have a case. 以保护他，免受于，保护他免受于，就是保护的结果，是吗？Is it to protect it from the rain? Royal. 什么意思吧？这是比喻的用法吧？这个有点奇怪吧？案件是法律性的或者这类的案件，对吗？法官们有时候在。决定一个案件的刚开始的时候，会使用这种方法，use this method when they just about no just have decided the case。
无论如何，大多数宿寮都在11月份被一个美国法庭在另一个案件中揭露泄 no 揭露揭露揭露了，对吗？案件就是这个吧。没有什么奇怪的吧？这是 case，这是 legal case，有这个奇怪的、奇怪的那个量词吧？一起，那个起是量词，对吗？An occurrence, unpredictable events case，耶、一起。案件，OK，这个也许应该知道，一起，major word，案件，case，一个案件，一桩案件，一起案件，一宗案件，就是都是 a case，对吗？就是一个案件吧。也这个量词有点奇怪。好嘞，好嘞。下一个词是什么？下一个词是暗地里。这个我写过了吧？但是我忘了。暗地里，就是暗地里。我的猜测就是不让别人知道这个意思吧？我暗地里就是偷偷的暗地里，secretly inwardly，不让别人知道，应该是那个吧？暗地里，我暗地里，其实非常迷汉娜啊，汉娜蒙塔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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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OK，他有妻室，这是妻子的意思吗？妻室，OK，这个有点奇怪吧？他有妻室，但暗地里。还有一个女友，他出轨吧？该国正在暗地里将其名誉扫地的首相赶下台，就是那个妻就是该国的妻。妻名誉扫地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对吗？名誉扫地，名誉扫地，扫地就是 sweep the floor to reach rock bottom 这个吧，名誉扫地，他的首相应该是英国，英国是英国和日本也有首相吗？赶下去，首相。首相是英国吗？首相，Cambodia，柬埔寨，首相，OK，荷兰首相，对，真的吗？我不知道，他一向首相地加，这个首相是伦敦，应该是英国的，日本呢？日本有首相吗？应该有吧。日本首相，他福田康夫。好，回去。你在暗地里望着他发抖，对吗？发抖，对。Secretly，心还是你的心。OK。But you secretly look at it and tremble 一些暗地里的对手会迫切的散播你的谣言，散播就是 spread your rumors 谣言吧，散播谣言，就是暗地里的对手 secret enemies competitors rivals yes you rivals 这样的吧。经济学家普遍偏好
透明不住而非暗地里的，也透明不住，不住就是transparent 那个 open 让大家知道他们的补助，他们的 subsidies 这样吧，不是暗地里的 not in secret 也许他还暗地里酗酒，酗酒就是 heavy drink get drunk 就是 he still gets drunk or perhaps he still gets drunk in secret 这样吧，也许他的家人不知道。我们看看谷歌图片，暗地里，暗地里，这个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吧。也有一点难吧，就是也许这样吧，就是不告诉。不告诉别人，就是我们俩知道，别人不知道，不应该知道。暗地里嘲讽张芝 Ginger Juice， 暗地里嘲讽。OK， 这些图片没什么用。好了，下一个词，暗杀，暗杀，暗杀，没有。不是 assassinate 对吗？暗杀你的总统这类的吧。也许 YouTube 现在会看我的视频，觉得这个视频觉得很怀疑吧？就他为什么说暗杀总统？爆炸事件是对暗杀行为的报复，就是 the bombing。The bombing incident is in retaliation for the assassination. 总统在数次暗杀企图中幸免于难，幸免于难，难还是难？幸免 ？No， 幸免于难。那个难应该是不好的事情吧 ？Disaster。就是幸免，就是避免的意思吧。幸就是好运的，有好运气的，避免这些灾难。他曾指责各反对党阴谋策划暗杀教皇是什么啊、Roman the Pope。暗杀教皇 assassinate the Pope. He once accused his opponent's party of plotting to assassinate the Pope. 对吗？他们已经因为参与暗杀而在监狱暴行。No, 服刑。哎呦，不好意思。服刑这个词汇知道的，服刑也已经，他们已经因为参与暗杀participating in an assassination 而在监狱服刑 serving prison sentence 这是动词，没有别的吧，没有什么奇怪的吧。暗杀就是动词，暗杀事件，有近义词吧，暗算，这是什么？暗算 ，plot against， 但是暗杀肯定是杀，对吗？趁人不防备进行杀害，我认为那个暗算不太一样吧 ，plotting against us， 暗算谋杀就是 murder 吧，也是暗杀谋杀，差不多吧，就是也许谋应该
有准备筹备的那个部分，他总是暗算别人，plotting against other people。我觉得这个不太一样吧。好了，下一个词，暗中，I know，暗中，暗中，暗中就是不告诉别人吧，暗中，on the sly，也许不告诉吧，in secret。但是这里是字面的意思吧？他在黑暗中，in the dark，就是摸索吧？这什么瞎魔爪？另一句袜子，应该开灯吧？开灯可以找到这个袜子吧？暗中，四点零说是它是，它是名词，但是 OK。OK，第一个意思就是黑暗之中，OK，这是字面的意思吧？就是 in the dark，literally in the dark 那个吧，那个吧，这儿香烟的红色暗光，暗光就是矛盾吧？暗光在黑暗中闪烁，意思就是。那个暗中是黑暗中，除了黑暗中以外，好像所有的例子都是黑暗中，对吗？黑暗中黑暗，OK，那怎么办呢？这个吧，在暗中，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我？Monitoring me in secret，暗中监视，也许这个应该写下来吧。暗中监视，to spy on，暗中监视，暗中监视。他又一次在暗中制胜了他。制胜了，就是 intellectually beat him, outmaneuvered，就是也不是字面的意思，就是那个英语的，就是 outmaneuvered 这样吧，就是行动这类的吧。但是这里应该是就是 outthought him，他在暗中摸索着角门把手。就是字面的意思吧，就是 in the dark，就是 literally in the dark 这个吧，就是，第二个意思就是 OK 背地里，我们刚才看的是暗地里，女，背地里，背地里不是那个背，地里是那个吧。背地里啊，背地里，背地里，背地里啊，也许背地是这个词汇，里也可以假想吧，好像背地里就是暗地里，暗地里吧，差不多。Behind someone's back, secretly 啊，也许背地里是比较，我怎么说，写鹅吗？不是写鹅，写鹅比较比较邪恶，也许比较邪恶。在人们的背后做什么？OK，所以暗地里和暗中都有这个意思吧？那个背地里，也许背地里我也写下来吧。背地。里，背地里，暗地里，暗中，在暗中，在暗中，一个阴谋在暗中策划着，OK，a scheme，a conspiracy，a plot in was being schemed in the dark
我在暗中造兽，我在暗中受造，受造。I was created in the dark. 受造。嗯，也许下一个吧。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在暗中的人 ，a person in the shadows。也许应该是小说的引用吧。但麻烦也在暗中酝酿着。Trouble is brewing in the dark， 就是那些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有几个国家的。削减对吗？削减在暗中进行，削减在但是他们削减什么？行，我他们削减什么？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当公务员退休时不。填补新人啊，就是那个削减，就是人们的职位吧。就是神要，就是神要你在暗中前进，也就是那个神就是 God 对吗？就是神要你在暗中前进 ，keep moving forward 对吗？在你在暗中行这事，行这事，这是做的意思，对吗？行这事，在暗中，哦，禅棒，他邻居是的 ，whoever slanders 禅。OK， 这是禅。Speak maliciously, bang defame. Whoever defames their neighbor in secret. 好，就是这个吧。下一个词，也许你应该知道这个吧。就是昂贵。昂贵。就是贵的意思，也许是比较是长度比较比较大吧，就大程度，昂贵的东西。巴黎附近一带的住房极其昂贵啊，是的，我在昂贵的首饰和衣服上开销。很大，I spend a lot on expensive jewelry. Yeah, 昂贵的，就是很贵的东西，应该是有点像奢侈品吧？你不用那么贵的东西吧？昂贵，价格很高，就是这个吧？就是非常贵，就是价格应该是可以买的东西，但是。很贵，熏三文鱼，被认为是一道昂贵的佳肴。是的，但是我认为三文鱼有很有营养吧。这座新办公大楼成了昂贵的白硕，白硕。成了 OK became an expensive 白硕 ornament yeah 错误的决策可能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就是非常贵的代价吧，这是比喻的用法吧，付出啪啪啪的代价是一个搭配吧，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到一家费用昂贵的诊所戒酒瘾。He went to 一家费用昂贵，就是 expensive price, this is very expensive. 费用昂贵的诊所戒酒瘾，就是
alcohol addiction. Yeah. 衣柜里挂着几套昂贵的衣服。Okay, several expensive 衣服。Suits? 不一定是 suits. 就是西装吧。我想你，这个想是认为，我认为你不了解它会有多昂贵。I don't think you appreciate how expensive it is. 他认为昂贵的服装是身份高贵的标志。Okay, 就是需要穿昂贵的衣服，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是高贵的吧。也许世界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别人的想法就是很重要，就是别人对他们的想法就是最重要。修理需要熟练技工，人工费会很昂贵，费昂贵，费可能是昂贵，对吗？会员费，昂贵的会员费。OK, 这些费，成员吧，成员费，不，会员费。很贵，所以不只是东西吧，这些会员费，还有什么可以是比较贵的吧？比如什么？比如，电视吧，对，可以买昂贵的电视，电视是一种昂贵的媒介。还有什么？电脑。也许这是我生活中最昂贵的东西吧。昂贵。好嘞。那么我们到这个吧。哦，这个也许你可以看这个汉字的形状就知道它的意思吧。也这个你知道吗？凹和凹凸不平的凹。凹，凹凸不平，凹凸不平，就是 uneven, 凹凸不平，有凹有凸，有凹凸，凹凸，这个好玩，也许你就是看这个汉字就知道它的意思吧，凹凸不平，这里你有，应该是牙 ，no， 哇，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吧？哇 ，depression sunken swamp， 哇，这是词典里的定义，凹的定义就是哇，好的，就是这个吧，哇，低于周围 ，no。低于周围，低于周围，就是 lower than the surrounds. 哇，有凸，凹凸的凸，也有突出。其实你知道有突出也有突出，有这两个吧。就是凸，凹凸的凸，有突出，也有这个突出。好，词典里有这个吧，凹下 ，sag in， 凹下，有突出凹下，对吗？突出 ，stick out。凹下，突出 ，protrude， sink in， 对吗 ？sink in， stick out， 凹下，
鹿凹下去了。哦，凹下的手掌，手掌啊、哦，凹凸的手掌型，就是不是？也许你的手掌是凹下的吧，对吗？和小圆点啊，是也许是数学的那个问题吧。哎呦，那鼻子要不是有个鼻孔，鼻孔顶端稍微凹下，okay, if it were not for her nostril peaks being slightly sunken, 是美丽的。哎呦，那个人写这个句子的人肯定太挑剔了吧，就是非常非常不重要的，就不行吧。他看起来有点像凹下去的蛋香，sunken egg basket, egg box, egg carton, 凹下去了一大块儿啊、a big dent in the car, yeah, 就是凹。好嘞，我们学到哪儿？学到熬和熬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这两个吧。因为熬夜，如果你不知道熬夜是什么意思，那你肯定不知道熬的意思。对，而且我怎么说 ？And vice versa， 就反之而来吧。是那个说 vice versa， 反之皆然吧，反之亦然，反之亦然，反之亦然，这是我应该说的吧，反之亦然，就是你不知道熬，那你不知道熬夜的意思吧，你不知道熬夜的意思，那你不知道熬的意思吧。熬，斯里尼说什么？斯里尼列出三个意思吧，这三个意思都是动词。第一个意思，第一个熬的意思是熬粥，不是澳洲，是熬粥，熬粥，熬粥 ，cook gruel。哦，还有熬，那熬医生。医生的熬就是把蔬菜等放入水中久煮，这是很长时间煮吧。熬大白菜，澳洲，也许我们看图片。那我这个是熬粥，熬粥。OK， 熬粥就是这个吧，是吗？熬粥。还有OK， 这是第一个意思吧，就是把粮食等放在锅里煮成是糊状这个吧， pasty mash， OK， 熬粥，这是熬粥。好，熬，这是第一个意思吗？第二个意思是熬药，熬药，熬药的意思吧？熬药，这是熬药，这是煎药吧？熬药，熬啊，熬中药。OK， 第二个意思我认为和第一个意思差不多吧，把东西放在容器里煮煮啊，就是煮，就是这个吧，就是 boil for a long time， 应该是这个吧，煮煮。
OK，熬药，熬药，这个吧，熬煮中药。也许你可以说熬煮中药，熬煮中药，熬煮，这个我说的不对，熬煮中药，真的是三声吧。OK，那这里我应该说酒煮。Yeah，熬中药，boil Chinese medicine，熬了很久的中药，yeah，boil for a long time。好，就是这个吧。还有熬汤，no，熬汤，就是熬汤，熬骨头汤，熬汤技巧，还有什么？熬肉汤，熬汤。好。OK，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也许就是熬夜的意思吧。熬夜，就是忍受疼痛或艰苦生活等，熬夜，就是 put up with the night, stay up all night, 熬夜，熬日子，是熬过什么日子吧？也许这个拆开，熬不了两个月，也许选的另外一个吧。这样的日子可怎么熬？也就是熬日子，这个辛苦、那个艰难的那个日子，对吗？熬什么样的生活？成天熬豆腐汤的生活？这里的熬是熬汤，是这样吧？成天就是盛豆腐汤 ，making tofu soup 的生活，这是他的生活。OK， 生活经历把他的头发都熬白了，熬白了。OK， 熬。还有别的吗？熬什么什么？熬夜还有什么？煎熬啊，这是不一样吧？煎熬就是也许是一样的吧，差不多吧。煎熬，备受煎熬。他们饱受多年煎熬与贫困，是贫困吧？贫困，哎呦，都不对吧？贫困，这个差不多吧。他不想让他们遭受一次盛大典礼的煎熬。OK， 那个就是 put up with。The torment of a ceremony， 还有那个熬夜熬过，难熬 ，hard to be enduring， hard to be unendurable， 难熬，最难熬的，接下来的六个月将是最难熬的。OK， 这是。难以煎熬，是难以忍受的吧？是这个意思吧？难以忍受，这个意思吧？难以忍受的吧？
Now，也许语境不一样，还有什么别的吧？熬到熬煎，我说啊，我说煎熬，但是还有熬煎、苦熬，还有很多别的吧。OK，就是这个吧。好了，也许。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一行，今天这个视频的这一行这一批词汇吧，就是这个熬夜，就是 spend all night，熬夜做什么事情？也许我看，快看一眼，熬夜，也就是 stay up all night，熬夜看电影，就这样嘛，yeah，stay up very late all night，OK，好，好了。这个视频我们到这里吧，我们下次聊，拜拜。